快乐，我是果儿。今天是我离职最近的一次。美女贴贴，同款挚爱彩妆，后面可以把男人轻松撩到手吧。你在想屁吃？PH 面霜，韩国的大宝，少女时代的化妆师都拿这个当妆前乳用。当你的脸麻麻来来又泛红干不行的时候，你用它厚敷做个底就保湿力超级好。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，智雅用的粉底液种类是挺多的，除了 YSL 的脾气垫，就它出镜率最高。干皮的娘，这玩意儿不是白说的。小助理那个沙漠大干皮，上个月和我去北京出差，冷风加干燥，这俩用在一起，他那张脸活久见，都没有起皮。可莱奥睫毛膏，智雅妆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睫毛要非常翘，这玩意儿刷上它之后，你的睫毛就跟喝了麦动一样，立马就站起来了。我一般都是用它刷完之后再贴几撮仙子毛，真的是一个茄子。欧莱雅湿吻唇釉，谁看到俺们智雅那张嘴，它不迷糊。雪儿顶啊，咱买水光唇釉的时候，尽量买这种低饱和度一点的颜色，奶茶色再加上这种水光感，咱就说它是唇釉杀手，不过分吧？三 C E 腮红，这是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去买的，这个颜色真的很妙。我化了妆，但是我又没完全化，带着那种若有若无勾人的感觉，男人都很吃那一套，你们懂的。可莱欧颜一盘03-09，智雅用的是25号色，但我的都是10色的。可莱欧家的眼影，它妙就妙在它每一盘里面的配色都非常的和谐，就你出来眼妆院都是很含的低饱和度的眼影。03是一个很显白、很显嫩的稀有色系，09是一个完全不会出错的纯哑光盘，也是我日常使用率最高的一盘。咱就是说，我的各位富婆们，拿捏